在台湾你有亲戚朋友吗？在台湾有没有跟他爸爸和？他没有。那台湾工作很辛苦，你受得了吗？人家说了，不是爸爸，我就能够。不管。他受得了。如果雇主要求你配合加班，你愿意吗？你主要给我把分班加班，我同意吗？我同意。他愿意。 Xin đã chỉnh thì sao bao bây giờ mà bê bao cáp 10 lần. Bắt đầu. 1 2 3 4 5 6 7